这当年是会当有出名哦，有出名。较早咱们看东方舞蹈团，即卖东方啦吼，这个惯例吼，惯例啦吼，应该来看惯例啦吼。小等下为什么？原因为什么吼？您等下朋友无少谈资吼，不少谈资来牵扯给咱惯例舞蹈团，来教咱小朋友，来教咱妈祖娘娘，来来恭祝咱的乡村圆满大吉，而且嘛来恭祝着咱信号万寿无疆，生日快乐啦吼！所以伫遮，啊，咱调平乡即次为着这届乡村，非常的用心吼，拄只用看咱的师资团，即摆现场有咱惯例舞蹈团吼，啊，咱点点啊甲看，咱有一寡足奇葩、足艺术性的舞蹈，咱伫遮拢看会到，吼，咱点点啊甲看，看到精彩的所在，咱双手、双脚来拍一个鼓声，你鼓声。跳得越起劲，我伫遮来先，咱来甲观，点点啊甲欣赏嘞。